辐射村，这里盘踞着广东最大的制贩毒团伙，犯罪分子凶狠残忍。凌晨四时，清剿行动全面展开。袭击广东第一毒村，中国武警即将播出。2013年12月29日下午5点多钟，100多辆武警运兵车突然出现在广州、梅州、汕头、惠州及汕尾的公路上。与此同时，还有携带各种装备的公安特警、刑警也在向某个地域集结。车上的军警并不知道这次军事演习的目的地在什么地方，只知道他们要进行一次规模大，也将是很危险的实兵实弹红蓝对抗演习。为了保密的需要，更是为了对部队进行一次实兵实战的检验，直到战斗打响前，我们才给部队正式下达作战命令。各个作战分队按照我们的作战部署直扑自己的目标点。当时我听到这个任务以后呢，第一个，这个可能规模很大啊，第二个，任务很艰巨，第三，又有神秘性。原来这是广东省警方诸警种一次重大的联合行动，参与行动的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只有极少数指挥员知道详情。夜间异地用兵，长途奔袭，重兵轻剿的军事行动之所以要如此高度保密，是因为广东省的雷霆扫毒的前期行动中，先后有3名警员被制贩毒的犯罪嫌疑人开枪击伤、开车撞伤。道理看，比如说这个用一些老人护你啊，在跑到前面去纠缠你啊，这个一下子200-300个这个摩托车啊，年轻人的骑摩托车出来无牌无证的堵住你的路，然后在你的警车底下放这个钉板啊，砸烂你的汽车啊。打入毒网的侦查员送出的情报表明，辐射村1.4万人当中，约有20%以上的家庭至今或仓库从事制贩毒活动。受巨大利益驱使，当地部分党政干部、公安干警被拉拢腐蚀，参与制贩毒或充当隐形保护伞。当地政府组织几次清剿行动，均因内部走漏风声而失败。再加上情报反映，村里面有不少枪支、管制刀具、弓弩啊，有这个手雷啊，有这个土炮。谁是这张网中最大的保护伞？谁是制贩毒的开山元老？谁是最大的毒枭？一个大的扫毒风暴在警方的秘密侦查布控中开始酝酿。因为毒情太严重，引起国家层面重视，那么要彻底清查它呢，必须重兵来围剿。陆丰涉毒问题由来已久，1999年和2011年两次被国家禁毒委列为涉毒重点整治地区。近3年，陆丰冰毒占全国份额也超过1/3。三甲地区的辐射村是该地区涉毒严重的第一大村，村内的制贩毒犯罪已恶性蔓延，即使在严打整治高压态势下，顶风作案仍然屡屡发生。毒患不除，民心难安。仅10月17日至12月28日，公安部门在72天内共打掉涉陆丰毒品犯罪团伙12个，侦破案件102宗。在惠州，公安部门的专案组又有了重大收获，犯罪嫌疑人蔡某落网。经审讯，他就是辐射村制贩毒的重要元老之一。蔡某的落网让隐藏在背后的一些重要涉案人员非常惊恐，大鱼终于出现了。惠州行动取得成功之后，立马就部署这个雷霆扫毒汕尾行动。2013年12月下旬，辐射村村支书蔡东家带着10多名马仔出现在广东某地，他此行的目的是想尽一切办法要将他的堂弟蔡某捞出来。警方觉得这是一个绝佳的收网行动战机，
决定12月28日凌晨对蔡东家实施抓捕后，在七夕制贩毒毒屋不设村。就在临战前一天，不设村来了几位农民。这位50岁左右的人，就是武警广东总队副司令员吴挺富。他也将是这次奇袭广东第一毒村武警部队行动的前线指挥所最高指挥员。博社村约有1700户人家，占地面积0.54平方公里，地形复杂。在村支书蔡东家团伙成员的数年打造下，离村口几公里的地方就开始设有民岗和暗哨，房屋装有监控和高压电网，外来人员极难入内，如果身份暴露，后果将不堪设想。经过精心化妆的侦查员们悄悄潜入村庄展开调查，正面接触制毒窝点，掌握这些窝点和周边的情况。他们发现了一个3座几乎连在一起的豪华别墅，别墅前后左右全部都装有高清晰度的监控装置。这就是博社村村支书蔡东家的家。他又是人大代表，又是村党支部书记，又是整个这个博社村各种毒品价格的主要的定位定价格的人，那所有的这个交易往来和生意的销售都要经过他这个关口。侦查员们对警方圈定的近100个目标都看了一遍，村里握手楼、亲嘴楼林立，街道狭小，地形异常复杂，很多房屋都没有门牌号，甚至制毒垃圾随处可见。侦查的结果会同公安的情报很快就传回了参战部队，涉毒人员的家形似堡垒，并且藏有枪支，这将是一场恶战。面对犯罪分子的猖狂行为，联合指挥部决定在2014年元旦来临之前与犯罪集团展开最后的决战。出动的总兵力将达到4000多人，由武警广东总队的1000多名官兵担当尖刀，实施突击抓捕及搜查任务。12月28日上午，武警广东总队许亚飞司令员、陈航政委主持召开作战会议，研究部署任务。12月28日凌晨0时30分，吴廷富副司令员率领武警前指及各参战部队，按照原定计划，全部到达了陆丰地区的3个集结地域。我们那个点没有的吧？没有，就在大概在这个位置上，我那镜头大概2米，就是一个，然后你就在这里。富有古村落气息的博社村，在月光下就像是一个大迷宫。一走进村口，就能闻到一股异样的化学品气味。此时，警方从惠州传来消息。博社村最大的毒枭村支书蔡东家和马仔已经落网。凌晨3点50分，参战官兵与1280名公安民警混合编成的109个抓捕小组，利用暗夜，以隐蔽接近了69个抓捕预定点。为什么定4点呢？按照正常生物钟，它应该是人们熟睡的时候。另外，我们主要是关注它制毒的活跃期间。所以我们一般掌握它的规律，就是这条村的制贩毒活动都是从晚上下半夜开始。凌晨4点钟，收网战役正式打响，各个行动小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各自的目标迅速出击。我们首先实施对各个楼层实施的封控，而后逐个房间实施搜缴。在我带领抓捕2组行动的过程当中，就是遇到一个号称公安部通缉的一个3号毒贩，练过多年的泰拳。当我们突入1层楼房的时候，他已经觉察到了。我们突入房间之后，这本人呢在床上呢，这个将他的一只手放在这个被窝当中，另一只手就指着我们的特战队员。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是否毒贩正在这个被子里面要准备使用这个武器，用我们的强光手电对准这个毒贩的眼睛。
进行招手。第二个呢，就是用喊话来震慑，跳起来，跳起来之后呢，这个手中呢持了一个钢叉，然后这个与我这个突击队员进行了这个就是搏斗。为防止意外情况的出现，武警部队各参战小组对各个楼房的控制、搜索、抓捕，几乎都在十分钟内完成。我们在对十七号抓捕对象蔡水生实施抓捕时，我们了解到，蔡水生就是博士村比较大的矿毒分子。蔡水生家是四层的楼房，官兵们破门后，手持防弹盾牌进入到他们夫妻俩的卧室。不清楚，马上冲上去，一个箭步冲上去，就对着那个蔡水生说：“不许动，举起手来。”别动！警察，别动！别动！警察！当说这个举起手来说，他说：“你们是假武警，是来骗他的，去制服他的时候，他的严重的反抗，拒捕，不给上手铐。”我们当时去观察他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四处就去，也往这个床边的去，用着眼睛的斜着看看。在制服蔡水生后，官兵们震惊地发现，他的床下有一支已经上好膛的仿六四式手枪。我们接着搜，到了三楼，果然发现，在他的卧室有一颗军用的手雷，已经打开保险。同时又发现一支5连发的来福枪。这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让你知道啊。什么东西？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东西啊？我是捡到的那里啊。哪里捡的？就在我们后面。什么地方？就在我们这个树林里面。捡的，你为什么藏起来？在蔡水生家的卫生间里，官兵们还发现了大量的硫酸等危险品。这些惊人的发现更加说明，毒贩们已经做好了精心的准备，稍有不慎将会给参战官兵造成重大伤亡。对制贩毒的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后，各组参战官兵转入到搜查毒品的工作。在对三号毒贩家进行搜查的时候，官兵们怎么也找不到毒品究竟藏在什么地方。毒贩他是不可能告诉你毒品在哪里的，那么只能说靠现场我们这个队员的这个一个是经验搜，是吧，这个房屋的角落处可能藏毒品的地方。官兵们仔细的查看，生怕错过了一丝一毫的线索。因为是在夜间作战，所以说视线不是很好，边搜的过程中要敲击，比如说他这个为什么是夹墙嘛，夹层嘛，实际上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通过敲击，我们带着各种器一敲，它有空音之后呢，还有观察它的，毕竟它有个缝隙，墙与墙之间它有个缝隙。在三楼，官兵终于发现了一个隐蔽的夹墙。梯两报告，在三楼，就是成品的冰毒，有200多公斤。这毒品犯罪是需要重证据，这么一个这个破案的有它这样的特点。如果你抓到制毒放毒的人，他没有现行行为，到时在走这个司法程序的时候，就很难认识他，很难定性，很难判。这是某部参战官兵正在对20号目标蔡福村家进行搜查。我们这个也没有找到毒品，只是确认这里面这个毒品味道很浓。房间里凌乱的物品正是毒贩隐蔽的方式，但是毒品又会在哪里呢？我们从这个突击这个门开始进去，开始一步搜啊，一箱箱药品来清查。当查到上楼梯的一个楼梯角里面，这里外面堆放药品作为掩护的，要把药品全部清出来以后，当时我们是这个打开一箱以后，里面白发发的，就像冰糖一样，让我们很惊讶，很发炎。后打开第二箱的时候，
又是冰毒，营养就总共大约是300公斤。吴勤广东总队第二支队的40多名官兵来到的正是孙支书蔡东家的家。破开坚固的门，蔡东家的家中只有他的父母及妻子。细心的官兵们在搜查过程中又有了意外的发现。这是一张公文式的纸片，上面写着已经被公安部门盯上和侦查到的一些犯罪嫌疑人的详情，包括他的整个货单、出货单呢、送往哪里啊、跟谁交易啊、那单据，啪啪啪，哇，触目惊心。来到村长这个家的话，的收获是最大的，可能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内鬼的一些信息。这张纸片为什么会在蔡东家的家中呢？重要的证据更加证实了一些警员被蔡东家这个犯罪集团拉下了水。上面写着两个人的名，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名，写着人就是其中一个民警，这个字体啊已经是鉴定出来了，现在这个民警已经可以两归了。这次行动一举摧毁了以陆丰及毒枭为首的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当天抓捕网络成员182名，捣毁制毒工厂77个，缴获冰毒2.9吨，制毒原料23吨，枪支9支，子弹62发，手雷1枚，毒资422万元。这是我们支队主要担负着那个抓捕对象的看守任务，比如说这些营里面很多都面临着说那个极刑的，按照这个数量的话啊，但是我们最担心他们就是趁机逃脱，就是说那个自杀，把它集中起来，是吧？采取那个包围式的警戒啊，所有的物质都渡海入住，为他以后这个定罪啊，那个提供依据。就在博社村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公安民警们根据最新的线索，对已经查实的博社村背后的保护网也实施了收网行动。这同步收网的有40个党政内部，特别是执法机关的人员。逮捕或者给两柜或者是立案调查。这次铲除毒瘤的战斗，从长途奔袭到任务的完成历时30个小时，官兵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攻坚克难，圆满完成了西溪广东第一毒村的任务。我们的战士非常勇敢，然后武警这支部队呢，事实证明就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纪律严明，这个作风优良，敢打敢拼，善打恶战，我非常佩服。是2月29号傍晚，武警各参战部队乘着暮色返回各自的营房。虽然打了胜仗，但是触目惊心的毒品和战斗却让官兵们一路上沉默不语。所以希望说我们参战的热情很高涨，像这样的参战。我是不愿意看到，越少越好，没有更好。我们愿意我们的祖国的每一份土地上是干净的。这是一支光荣又神秘的部队，它的队徽上是一只浴火的凤凰。他们是一群刚刚入伍90天的女兵，共同的梦想注定他们要历经磨难。这是一次苛刻又残酷的挑选。马金鱼、唐婵娟、杨铁男退出选拔。重重关卡，挑战的女兵生理心理极限。青春燃烧，浴火而歌，喊武警女兵，谁能凤凰涅槃？你可以放弃。180小时全程追踪，武警四川总队女子特警队魔鬼选拔，8000多个镜头为您展现真实感人的一幕一幕。20141月26日、2月2日、2月9日，22:40，让我们共同见证90后女兵破茧成蝶，浴火成凰。春节特别节目，谁是火凤凰？1月26日22:40。